之前，我对此还有所怀疑。来了，刘雨欣，你其实有点过于谄媚。刚才我请你拿出一些你的矜持。来了，你好。他有点太热情，但不咬人。惹你吗？那哎呀，元宝，不能这样，不礼貌。你曾经见过有人就是坐在这儿讲着讲着话，然后这样吐出来吗？好了，我要说这些话，谁呀？这样在广为流传，是吗？不也没有人告诉我呀，真是风传遍了整个树林。雪琴最近心情不太好，最近失恋。你问他说你这话啥意思呀？对，我问了，我就失去了。这位男士，你先给我站出来，所以你告诉我到底你是怎么想的？那拒绝我了，我也是喜欢他，我太喜欢他了。先注意自己，别被 PUA 吧。你不跟他联系了？有啥可联系？要说啥？恋爱中的安全感来自于哪？自身吧。甚至就想说，如果他是因为我有钱跟我好的话，我可太开心了，因为我有钱。那有俩人在一块的时候，就大眼瞪小眼，不知道干啥。你去拉完洗了，下次丁婆谁输了谁去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月心，你看跟学学，我们两个像两个小学生的。为啥我显得我是爱情高手？有没有两个是你自己觉得不好，但大家觉得非常好？其实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就没觉得他很好。那你不感谢杨幂老师的加持吗？是因为马老师自己优秀啊？没有啦。那继续，我看你俩能到几十。什么？好 man， 得罪无毛不义 man 不义。哎，你听到过最离谱的关于你的八卦是什么？很多东西看起来都跟假的一样，但就是真的。除非你去问当事人。我们也不好意思问很多事儿。你很想问，感觉就你和那个谁的事儿，我都憋了老长时间才问。哎呦我！今天去干这个，你看那个天气好看吗？然后你看这个树好看吗？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，你看这棵树，然后现在天气真好，我好想跟你一起遛弯啊，就类似于这种。是啊，我这个就是分享日常嘛。如果不回你呢，你就会说，你就告诉他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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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是我就是这样。你在干嘛？理我理我理我，你看这棵树是不是很好看？夸我，夸这棵树，一起夸。如果你谈恋爱的话，你不会什么都会想跟对方分享吗？好多时候我都觉得你在干什么，就是相当于我想你。